草屯镇公所举办的控油活动进入第26年，在东湖将军庙边的农田热烈举办，现场有300多座的土油，真侪专家出动体验对土油的趣味。这届造油比赛嘛，搁打破过去纪录，来自高雄的民众是对出能够超冠的土油摕到冠军。草屯镇东湖将军庙边的农田，大声朋友合作做来大土架，搁进行趣味比赛。今年天下第一大油，同款是由高雄的团队来提着，挑战去年的180公斤，今年是以205公斤来破着往年的纪录。这个活动就是要团体啦，小朋友到最后都要帮忙。你看找到小石头的时候是要很多人找，大概快3个小时都有倒过。然后我们其中还有一年，其中我们有4个家庭，其中一个家庭今年没有来，还有一年得到大冰箱第二奖，那我们就觉得 CP 值很高啊。泥土都很干啊，而且天气很好。啊，有的伊个油门吼，有拢贴三四人，比去年前年进步很多，所以大家同乐以外，还有他们的造型思考，啊，比去年的造型都漂亮。结合南大花卉嘉年华的活动，草屯控油活动热烈展开，现场有300多座的土油，民众体验早期农村生活趣味。就说安那控油啊，我当70几岁啊，啊，孙啊、甲囝、新妇、后生，啊，甲拢来，拢总来，来当吼，足趣味的啦，足好耍的啦。小朋友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啊！哎，现在都在都市哈，很多小朋友都不晓得，不晓得这种控油的。现代社会，即卖囡仔拢干那是山西啊。这种的田野活动真少，啊，所以公所举办这个活动呢，让阮这个老一辈甲孙仔辈会当骨再共同伫这个田野内底呢，记忆呢非常的鲜明，会骨再重现。草屯镇公所表示，控油是早期农村传统的回忆，为了大家重温着囡仔时的记忆，传承农村文化，所以20多年前开始来举办一场控油活动，能够让民众体验我们的农村生活，传承我们的农村文化，也提供我们证明一个休闲的一个好去处。若讲邀请大家控油吃美食，现场有学生团体表演，以五彩抽大奖加丰富内容，增加着老者欢乐气氛。记者林雨欣，草报道。